不是，你还要点哪出？我演不了哪出了。我演啊。先演个《西游记》看看吧。演哪个角色？啊？哪个角色？孙悟空。你演孙悟空？我觉得你孙悟空没有什么。那你觉得唐僧？你觉得谁的戏码比较重吧？哪个妖精吧？白骨精。我演唐僧。我拿着那个，里面都是那个馒头。白骨精，不小心跌倒了。这位施主，您没事吧？这位施主，您没事吧？这位长老，我就是带了一些包子，哎呀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那包子呢？我正好饿了。饿了是吗？刚刚摔着掉到地上了，但是我是我辛苦做的，我就看着你。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这时候孙悟空来了，师傅，你这个不是饭。你演孙悟空啊？我刚才就要继续演，我要一人来回变换。那你演孙悟空啊？不是，还没有，你要在我要那个去那个。那我就在吃呢，正在吃啊，正在吃。然后你现在呢？毛病来。他演孙悟空吗？他演孙悟空，我自己有点这个分。这个太难分了，这个分不出来。我在这吃饭呢。啊，你马上变孙悟空，其实你就是孙悟空变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。还没有变。啊，没有。先吃一个，先吃一个。我要吃你的。施主，既然是这样，出家人就不挑了，给什么吃什么。唐僧，拿命来！呆子。上来就一个嘴巴，拿回来，呆子，呆子是你是大师兄喊猪八戒，那什么妖精？对啊，拿命来，叫我呆子，那你再来，这还有一出啊？你要过来，然后我就给你个嘴巴子，给你个嘴巴子，然后就把你打回原形了，打回什么原形啊？就是你是什么妖精，就打回什么原形，白骨精吗？啊，好，还是那个吗？唐僧，拿命来看我吃了你！呆子，干嘛去打我？终于找着机会了。你公报私仇，你干嘛真打我？我是不是真打你？是按剧情来的，就是尽量的逼真一点演的。你根本没有加斯伯懂事。加斯伯会怎么样？挠你。同样都是你妈妈的儿子，你这差远了。我演孙悟空演是挺像。演孙悟空，那一下变化那一下。那你觉得我演在两个角色之间，一个是唐僧在这儿非常安静的在这儿吃东西，然后也不管世事，仔细的品味毛豆的香气，然后呢，另一个是非常狠的孙悟空，两个角色瞬间的转换，这种感觉太爽了，而且连躲你都没有躲开，躲的时间都没有。不是，我没想到你是真打。Can you stop angry now?